花莲市民生里的浴衣季今年是以漫游百年浴衣重现为主题，在春假期间热闹登场。除了有浴衣体验活动，还结合了百年商圈店家，消费就可以参加抽奖，希望可以刺激商圈活络，也吸引更多人来认识民生社区的文化。2022浴衣季移师到民生社区来举行，串联花莲市百年老街商圈，消费满300块钱以上就可以兑换浴衣体验或者是参加抽奖，希望可以在春假期间带动社区消费活络。本来在江津湖办这浴衣的活动，但是我们拉到商圈来这里跟大家分享，在商圈里面呢，可以呈现在桃花七仙女这个地方呢，来作为一个氛围哈，让我们来穿浴衣，而且拍照一个景点啊，让大家来认识这样啊，南社区的一个整个百年老街的意义。消费者你满300块啊，就开家抽奖啊，500块也是可以来做一个抽奖的一个最有意义的一个大奖，有包装的三十家，没有包装的百年老街是100多家，都可以的，都可以，但是有包装是最，对它比较有意义的，因为它可以免费提供这个来花莲他们可以提供这个300块的一个收据，就来这里体验。民生社区浴衣体验日期是从3月26号到27号，还有4月2号到4月3号。商圈活动是从3月30号到4月17号。民众可以消费打卡抽好礼，也可以穿着浴衣拍照上传粉丝专页抽特别奖。欢迎在地乡亲和各地游客把握机会，来到花莲市民生社区穿浴衣买商品抽大奖。谢鲁慧环视报道。